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鸡翅不要再做可乐味了，今天将军做一个蒜香鸡翅，老少皆宜，爽口花嫩。开干，准备两斤鸡中翅，先用清水浸泡解冻，解冻以后开始开刀，从中间划来口口，方便梳头。再切点蒜片腌制鸡翅，放入鸡翅中，先腌制下鸡翅，放点盐巴、白糖、料酒、蚝油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，少许淀粉，再用左手搅拌均匀，轻轻的按摩，让调料入进这个鸡翅中，腌制半个小时。再准备大量的蒜，切成颗颗，要不蒜香蒜香啊，哈，一定要蒜多哈。再准备的青红椒做点缀之用，切成颗颗。阿公点火，要再开干。锅烧宽油，油温4.5成，下入鸡翅。我们不小心，控制中的油温炸鸡翅，中油温炸出来的鸡翅才能鲜嫩多汁哈，关键炸糊了，炸至外表金黄就可以了哈。大概我炸了10分钟左右哈，小火轻炸，老鼠备用。再烧油。5成油温下入大蒜颗颗，再出蒜油，炒出蒜香味后下入鸡翅，再下入青红椒圈，放少许白糖、鸡精，一点点冒冒烟，黑黑的白芝麻，要得了起锅。最后点缀葱花一把，这样一份老少皆宜的蒜香鸡翅送给大家。就这个蒜香鸡翅，我厚积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玩儿的马七，来一个，我来请了，了得开干。来，瓦工，吃噻。外酥里嫩哈，这就是浸炸的这个好处。如果火太大了，外面都焦了哈，里边还没熟，所以一定要小火浸炸。哇，还做了个汤啊，然后金针菇这个酸菜蛋汤啊，有点复杂这个名字啊，我觉得这个吃起比较蒜香排骨好吃，好嫩嘛，这个肉哈。嗯，我这15块钱吧，我20个，9块钱我。嗯，这配菜好吃。来哦，亲一个。哎呀，非常的鲜嫩多汁啊！旁边电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先放上去，关注我们，关注我们，我明天见，拜拜。